观察风扇。大家好啊！哇，伙伴们，这是什么呢？里面有叶片呢，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呢？豆豆，你想到好办法了吗？哇，叶片动了！吹起来了，豆豆，做得好！豆豆，是你把风调得更大了吗？这个风好像太大了，大家小心啊！风木，木爸，我们得把风扇关掉才行。大家加油，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。我们成功关掉风扇了，大家都太棒了。乌巴，你再动风扇的话，起来了，看起来好有趣呀！高木，你好啊，你今天观察了什么呢？啊，原来是观察了风扇啊 ，fan， 风扇。你观察完风扇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呀！风扇带有叶片 ，fan blades， 扇叶。风扇能够吹出风来 ，wind， 风。风扇的强风可以将东西吹飞 ，fly， 飞。有趣，下一次的见面也好期待，好期待啊！观察遥控器。啊！大家好啊！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呢。哎，布米，我们按一下按钮试试看吧。爸。爸。乌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被定住了。是因为咕咪按的按钮吗？咕咪，我们再按一下其他的按钮吧。哎，不吧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吧，伙伴们，这也太神奇了！我吧。这个东西好像可以控制乌巴呢。豆豆，我们再按一下这个按钮吧。乌巴变大了。豆豆，你一直这样按的话，乌巴变大了。豆豆，我们重新将乌巴变小吧。有效果。乌巴，豆豆，乌巴又变得太小了。乌巴，你好可爱啊！乌巴，高摸，我们再按一下其他按钮吧。乌巴变身了。乌巴一直在变身呢，好有趣啊！比电视机更有趣的乌巴。高摸，别再玩了，乌巴该被玩坏了。高摸，你好啊，你今天观察了什么呢？原来是观察了遥控器呀。你观察完遥控器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呀。Remote control， 遥控器，遥控器可以控制电视机 ，television 电视。遥控器可以将画面暂停 ，pause 暂停。遥控器可以更换频道 ，channel 频道。哇，一定很有趣！高摸，期待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观察玩具积木。大家好啊，是玩具积木。咚咚咚，大门打开了，啷啷啷，大门打开了。孩子们，好玩吗？豆豆好像是在做什么东西呢？咕咪在做好看的房子啊。再搭一块积木，应该就可以完成了。正好这里有一块合适的积木呢。原来这是豆豆的积木啊。豆豆，你没事吧？
豆豆又重新开始搭城堡了呢。哇，豆豆，你可真棒！哦，看来窝米很喜欢豆豆的城堡。窝米，伙伴们，不要吵架啊！城堡倒掉了呢，豆豆，你还好吗？高摩，你好啊，你今天去观察了什么呢？啊，原来是观察了玩具积木啊。Toy Block 玩具积木，观察完积木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呀！玩具积木有三角、四角、圆锥等各种各样的形状 ，shape 形状。我们可以用玩具积木来搭建房子、炫酷的城堡等。玩具积木很容易倒塌 ，fall down， 倒塌。哇，高摩，一定很有趣，下一次见面也好期待，好期待呀、观察气球。大家好啊！这个大大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乌巴！乌巴！哇！乌巴！东西虽然很大，但很轻呢。哇，变得越来越大了！伙伴们，你们不觉得它太大了吗？太大了，停下，快停下！因为太过贪心，结果爆掉了。不管什么都不能太过贪心，乌巴，知道了吗？高摩，你好啊！你今天去观察了什么呢？啊，原来是观察了气球啊 ！Balloon， 气球。你观察完气球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呀、啊！气球很轻 ，light， 轻的。气球中吹入的气越多，就会变得越大 ，big， 大的。
向气球中吹入太多气，就会爆炸。Burst， 爆炸。哇哦，汤姆，一定很有趣。下一次的见面也好期待，好期待呀！